啊，能不行。对，物理保健真的好耀眼。超夯的梨泰院 Class 在大结局邀来了好久不见的朴保健来尬一脚，顶着新发型的朴保健惊喜登场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半钟戏份，却让期待已久的剧迷们相当激动。一出场便立刻登上韩网热搜榜冠军。一起客串的演员洪熙天也在事后PO出了文章，给予保健满满的称赞。他大赞朴保健是让片场所有人员发出欢呼声的令人开心可爱的存在，更直言第一次看到保健时，虽然只是演个小角色，当时就觉得这孩子以后会大有作为，希望他一直以这样的模样和心受到大家喜爱。这么帅根本看不够啊！